以下落嚟，我将会弹到一首乐曲俾大家听。呢首乐曲叫做《蓝色的小鸟》。而呢首乐曲，我会邀请钢琴玫瑰嘉玉姐姐上台同我一起弹奏嘅。有请嘉玉姐姐上台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钢琴玫瑰任嘉玉 Rose。今天很开心可以跟希林一起弹这首歌，可不可以讲多一次给大家听我们弹这首叫什么名字？蓝色的小鸟。希林啊，你觉得这首歌是怎样的？很活泼，很开心。其实我们只是隔了一次而已，不过我和希林就很有默契，所以就很想将这首歌分享给大家，希望大家喜欢。多谢。